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终于要带领大家去血色宫廷的第二个 boss 啊，就是子爵的面前了啊。我们一共进去了，我进去了好像是进去了七次啊，七次还是六次？因为我之前好像是九张票的，现在只剩两张票了啊，只剩两张票了。那我们现在还进去把它打掉啊，打完这个我们就打算结束了啊。因为具体为什么之前跟大家说过了吧，对不对啊？因为这个之前一不小心死了好几个人啊，死都非常非常强悍的啊，传奇的麻风剑客、传奇小丑、传奇盗墓贼啊，都是最近死的，看到没有？太伤太伤了，还掉了两件陈装啊，导致我心态一度这个崩溃啊。所以说，哎，打完这死绝我们就结束，那我们可以来玩别的游戏啊，来吧，人要启程啊，人要启程，装备呢都已经带好了啊。这个虽然我们丢了两件陈装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装备的话还是比较豪华的啊，尤其是这个看到没有啊，血色宫廷装的这个弩手。哎，还加了25%的防御啊，看到没有？非常的猛啊，非常的猛。来吧，走起。那么打 boss 的话呢，这狗粮肯定要带着，对不对？绷带带满啊，解毒剂带满，血带两瓶，这个不用带了。火把带两个，对吧？圣水带满，铲子带一个，食物啊，食物带16个吧，差不多啊。好，这里可以了啊，这里可以了。哎，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带的东西啊。草药也带一个吧，草药可以消除这个减益效果啊，减益效果啊。OK， 鳞片的话也带上吧，啊，反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玩这游戏了啊，把这什么该带的就该带上啊，就该带上。这个鸦片酒有什么用？我一直都不知道啊，对吧？他说是抵御黑暗的恐怖，是不是这个火把不够亮的时候才带这个东西啊？啊，可能是啊，我到现在了80个小时，我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啊，从来没带过啊，从来没带过。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张，已经打开了没有？我们是绕了超大一圈啊，跑到这上面来拿个蓝钥匙，然后把这个蓝门打开来啊，这打不打开无所谓啊。然后下来之后拿一个黄钥匙打开这边的黄门啊，是这个还是哪个来着？忘了啊。然后再来这个地方拿到这个红钥匙啊，打开红钥匙。对，看到没有？愤怒之石啊，干什么啊？你还真愤怒了啊？没必要啊，没必要。哦，对，这上面其实我没有必要带那么多食物的啊，因为上面有一排那个饮食一条街，对不对啊？这个，哎，这火把，哎，你有病啊！我本来我都算好了，因为怪都被我清完了，马上就打 boss 去了。你现在搞这一出，万一我损血了，我就打 boss 不就状态就不……哎呀，早知道给他喂点血了，我他妈早知道给你喂点血了，我不能让这个绅士打出来啊！这绅士，哇，绅士要是待会给我一刀的话，我不凉了。漂亮，强行增加难度，哎，我也没有办法啊，这是我的优良传统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不要这样子呀，他自己去摸那个了，本来那个是我们可以把它烧掉的。哇，不要这样子嘛，不要不要不！啊，三点血还行啊，三点血还行，不，五点血还行，五点血还行，哎，问题不大啊，问题不大。这些我们待会稍微克点一下就可以克回来了。好啊，死去狗啊，你赶紧给我克贫血，我服你了。我就稍微省那么一点，你就这么搞我是吧？啊，减压，好。哦，这个家伙晕不住啊，我忘记了，然后是195的那个晕血抗性。哎，给你包扎一下啊，包扎一下。对，哎，我记得待会打 boss 先打尸体啊，我记得啊。来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，减15可以，咬11，这个来一刀再见，拜拜啊！强行增加一波难度啊！这把我们可以不带食物了，其实啊，忘记了。它上面的话，那个 boss 旁边是有6个还是8个，就是一边4个，一边3个的那个食物啊，只要带着草药就可以了，其实啊。来。然后但是我们没有那个东西了啊，这个就是扎营的东西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就是 buff 加不了了啊，但也没办法了。之前本来是有一个的啊，但是那波人的话呢被我送回家去了啊，那个东西这玩意就没用上啊。哎，这个是圣水啊，我操你。这个的话我看一下啊，把这个丢掉，这个丢掉的话拿这个。好，你身上有那个东西吧？对，宗教狂热啊，他自己去摸了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来，红钥匙放进去啊，
狗和弩手一起玩，狗占四号位比较好，狗可以自疗。不不不，我的狗没有带自疗啊，我的狗没有带自疗啊。一个是带的是流血，然后标记，然后怼人，还有减压啊。来吧，这个地方应该就是 boss 房啊，这一路应该会有很多这个东西。先拿铲子，拿点宝藏啊。好，可以的。然后这个后面应该就是餐饮一条街了吧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餐饮一条街啊。好，我们终于跑到了 boss 门口啊。先把该吃的药都给他吃掉啊，都给他吃掉。圣水一人克一瓶啊。火把来一个啊，强。虽然我们没有那个什么东西，但是也要上这个 buff。然后鳞片阻挡一，你阻挡二，你阻挡三啊，这个不要让我失望，好吧啊，不要让我失望啊。啊，上吧，子爵。Holy fucking shit！ 哇，好恐怖啊！你们看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子爵啊，所谓的子爵啊。吸血鬼喝圣水为什么不会死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好像是啊，他喝了一瓶圣水没什么事啊。这个就是子爵了，哇，看起来好猛啊，有没有啊？其实也看起来也不是很猛啊，就长得很猛啊，长得很猛啊。然后后面有三个尸体，有瘦弱的身体，身体还有一个鲜血淋漓的身体。我们的观众呢告诉我是要先杀最后一个尸体，但最后一个尸体的话要72点啊，前面这个只要30多点，其实我前面这几个比较好杀了，一刀就死啊，最多两刀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的话我看一下，这哥们只有 55% 的血硬抗性，哇塞，那我要是有个瘟疫医生啊，早把一全场给他控住，我跟你说啊，可惜我的瘟疫医生殉职了啊，晕住，但是呢啊，也5%，咬一口回50点血 ，Holy fucking Jesus！ 这个必须得死啊，这个必须得死！哇，这个太夸张了！哇，他加50%的伤害，哦，还好我有格挡。哇，这么尖猛啊！这个是真的尖猛了啊！14，48，漂亮！而且这个子爵是每回合可以动三次啊，其实你晕他一下呢，只是让他少动一回合而已而已。好，一回合秒掉一个尸体啊，这就是我们标记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点，就打 boss 特别强啊，打 boss 真的是这样强啊。这家伙是个吸血鬼啊，他不是一个那个什么异魔啊。然后我们杀第二个，等一下我看看啊。哎，我其实应该给他带一个减对方攻击力的一个，哦漂亮，我应该给他带一个减敌方攻击力的这么一个 debuff 的技能啊。标记一下，好。贪婪一口，这个小的应该加的不多吧？小的是哦，这个小的跟没有一样，没什么区别嘛。哇，34，非常尴尬啊！我们狗再咬一口正好啊。稀有供应，格挡，嘿嘿，小样儿啊，你有用那么多道具啊，还会怕你小样儿啊？来，你看看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这个历史上带猎犬骚扰啊，带着就是为了补刀的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正好给它补掉啊，顺便给别人上个流血啊，这个也是不错啊。然后我还欧皇啊，我哪欧皇了？你们还记得我这就是我之前打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家伙连续出了三次还是两次的零点血啊，太伤了啊。好，但打 boss 我觉得我运气还行啊。饥饿的眼神，哎呦，两个全部用掉了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精致的套装。嗯，待会会给你们看有哪些人的啊。然后你先把这个砍死啊！哎，他刚刚好像会流血流死啊，砍不砍其实无所谓啊，很简单嘛。他如果不会再招尸体的话，他很弱哎。他真的不会再招尸体了吗？你发现没有啊？这些吸血鬼的 boss 真的都不难哎，包括那个男爵，只会躲在那个什么蛋里面，对吧？这个家伙只会啃尸体，有什么强的呢？是吧？啊，他如果还会招尸体，那是真的是变态了，对吧？可以，他不会啊，是吧？能不能给我晕一回合吧？能不能给我晕一回合？啊好啊，晕住一回合也行啊。哦，那我弓箭手废了呀，弓箭手射不到第一排的敌人的呀。What the fuck？ 完了，哎，这个就非常尴尬啊。
刚刚第一个我不应该打的呀，我的输出全靠弓箭手啊，至少有一半靠，应该是至少有一半靠弓箭手啊。弓箭手是这种没有防御的敌人的话，经常会打出什么 一箭什么四五十这种暴击伤害啊。但现在没有的话，我啊没有也没关系啊，没有一下也打得过啊。那只能把它当奶妈用了，精致的套装。啊，终于出了一次流血啊！我们这边这个抗性还是比较高，抗性没了，抗性没了，十六。哦，他的那个，他的那个没了，他那个标记没了，回个血吧，先回个血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说你这个回零点血，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全给我回二十五啊！可以的，直接满血。我去，直接给我打飞了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哎，你在后面放标记吧。哦，狗骨头往里吃了哈。对对对对，又忘记，又忘记了。又忘记是狗骨头啦！啊，狗粮啊，狗粮。你怎么又炸了呀？哎呀，我去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问题不大啊。我这个奶妈的话，哦，果然他这个包扎是只能包扎前三个敌人啊，前三个队友啊，就是最后一个队友是包不到了啊。我去，好伤啊，要死人了，哎，死人了，哎。刚刚还说简单呢，奶一口，奶一口，先给自己包扎一下，奶一口，奶一口。哎呦，奶不到哦！感谢叶左翼，就是这个字都是读翼嘛？啊，读错了，就很抱歉啊。速度战斗机啊，非常感谢。包扎一下吧。战斗机就是海豚是吧 ？OK 啊，肉肉濒死，别吧！我这临走一战，你别给我玩死了。先把这个包了。这是我们最后这是游戏的最后一战啊，你别给我死个人啊，肉肉你挺住啊，肉肉让奶妈直接一口给你奶满啊。漂亮。哎呀，终于啊，终于啊，恶魔般的金具之物啊倒在了我们的身下啊，我这么多东西都没用上啊，这么多东西都没用上，你先给我嗑点药啊，别给我死了。哎呀，狗粮都没吃啊，狗粮都没吃，狗粮都没有吃啊。打完这个的话呢，我们不仅拿到了就是血色固定装很多，哎，这边还有血色固定装，看到没有啊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你们也发现是吧？这 boss 是真的弱，但小兵是真的强。肉肉，你临走你还得个梅毒，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这边好像还是，你看猎货装有很多，你看我们这边啊，什么头狼啊，赛刃的，这个是打那个海妖赛刃啊，打最后一个 boss 就是出这个东西啊。然后这边还拿到一个子爵的香料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还有什么巫婆，这个巫婆的汤勺的话是杀那个巫婆 boss 的最后一个，就出的是巫婆的汤勺啊，这个是男爵的那个东西啊。但是我好像这个血色攻灵装还是没有凑齐啊，你看都是只有单个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对，哎，凑齐了，是凑齐了，是这样凑齐了，你看。把这个往里面一放，再把这个往里面一放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加20%的防御，35%的位移，这个是35%的流血抗性，流血技能的概率和减20%的抗性加10格的闪避，这个好一般啊！这个血色中宫廷完全比不上我们这个殉道者的印记啊！看到没有？加12%的致死，我觉得还是这个好啊，这个我觉得很一般啊，我觉得挺一般的。但是至此啊，我们的黑暗地牢的话呢，基本上呢也就给大家打完了啊。我实在是打不下去了，太心累了。你们知道养一个英雄，养一个英雄3个小时，死一死3秒钟是什么样的感觉吗？啊，就是这感觉，太难受了啊！来，我们这边清点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在场的人的等级啊和职业啊。我们这边肉肉啊是一个6级的传奇的赏金猎人啊，然后我们的赛亚人啊是一个6级的神秘学者。然后天天萌萌啊，6级训犬师，然后我们的喵旺6级的弩手，大地6级的盗墓贼，风神6级的修女，圣魔6级的十字军，王呼6级的修女，四重罪6级的修女，碧雨6级的破盾者，七杀6级的强盗，一哥6级的麻风剑客，这个是复活的啊，所以技能都归零了啊。安6级的小丑，落幕5级的十字军，雪鹰雪妹5级的破盾者。木卫5级的小丑，博士5级的盗墓贼，战屋4级大师，4级的强盗啊，是他妈大师。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啊。
少奇四级的苦修者，梦蝶三级的老兵，袁氏三级的强盗，母鸡对牛掰三级的修女，你小子三级的修女，突刺刺三级的神秘学者，突刺到最后还是一个三级的神秘学者，好可怜啊！北洛南商三级的赏金猎人，青丘人民三级的苦修者，比什拉氏三级的训犬师啊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没有取名的啊，玉空啊，一级的古董商人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墓园里面这几位可怜的大哥啊，碧雨啊，我们原来是二队的碧雨啊，在十八周的时候就死掉了啊，就第一个死的，但不后面给他复活了嘛，因为他第一个死啊，后面的话就再也没有这个直播的时候死的人复活了啊。粉丝汤啊，我们的超级巨佬啊，第三十三周啊，紧跟碧雨而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无言啊，这个他说我是故意黑他，其实他不是我故意让他死的，知道他意外死亡啊，意外死亡，意外身亡啊，无言大帅逼，其实大丑逼啊。这个三十九周啊，死于流血啊！这上面几个哥们，这个死于饥饿，这个最可怜啊！这个死于流血，这个死于流血。少奇四十六周死于流血，但这个话我让他复活了啊！母鸡对白也是，这几个是我私底下玩死的，然后复活了。然后这个可以不用管。谢雨晴啊，第五十八周啊，勇者的苦游者死于一个亡命放血者。碎碎念第七十二周啊，作为一个冠军就是五级啊，无言你呵呵什么呵呵啊？碎碎念啊，作为一个冠军的破盾者，冠军是五级还是四级啊？好像是五级啊，死于流血过多啊。然后北洛南商就是我昨天给他玩死的啊，特别可怜啊。北洛南商大师级瘟疫医生啊，屈从于痛苦的腐蚀第九十一周啊。然后还有阴影营啊，这两个一起死的阴影和大腿，这两个最强的，在当前这职业里面最强的两个人啊。阴影啊，传奇盗墓贼因无法承受心理压力而心力交瘁，大腿因无法承受压力而心力交瘁，无可怜，这是我们今天玩死的。传奇小丑丧命于一个乞求者啊！我们最终是死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二个人啊，十二个人。而直播死的呢是一个两个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啊，不对，六个对。我们直播是啊五个，我们直播是玩死了五个人，其实还好，对吧？其实还好啊。好，那么到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这个黑暗地牢的话就给大家就完结了啊。后面的话呢，还会拿别的游戏来给大家顶上。比方说啊，你们想不想看这个逃离塔科夫呀？啊，如果想看，我可以去买一个，然后给你们播啊，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或者玩点别的也可以，比方说异星探险家呀，对吧？哎，都是可以的啊。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，我只是阴影；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，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。